这个小号103段了。每次我发这个小号的视频，就有很多人好奇啊，我的大号会是什么样子？难道是全皮吗？今天让你们看看我的大号长什么样子啊！大号也是好久没玩了。所谓大号就只是说玩的比较多啊，已经好久没上这个号了，我感觉应该能直接秒到无双贵族吧，玩了3200场啊，商城清完应该能到500个皮肤，先来几个1298好吧，先把新春累冲领了，这里面有一个曹操的皮肤啊，大号来到了94段，哈哈哈，有点怪怪的，小号都100多段了，大家要理性消费啊，赵云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，他真好看，这个这龙好帅啊，孙策全皮了，孙策的这个龙就是短了点，再长点就好了，但特效挺好的，这个皮肤是被吐槽最多的了，但确实挺好看的，光污染很严重啊，还有小乔那个无双皮也是龙年限定最后一个大乔的皮肤加按键，龙年限定全皮，接下来是今年的第一款情人节限定皮吕布全皮，大号来到了95段，小号是103段是吧，小小号好像是110段了吧，小小号明天搞情人节限定全部皮肤啊，凑齐了，这个大号我都2年没玩了，差不多就光买皮肤啊，马超的这个加按键，好，马子哥也全皮了，这马子哥打团战还能找到枪吗，抬抬脚，马超找不到枪了，凯的限定皮啊，就没有一个是便宜的皮肤，全皮凑齐了，凯的这个新皮肤这个变身以后是真的帅啊，就没有一个是便宜的，全是传说皮去了，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，咱们看个热闹就好了好吧，露娜的这个士冠皮加按键，士冠全皮了，下一个是谁啊，露娜也全皮了，我还是喜欢第四个，大号96段了啊，朵莉亚的勇者皮488，典韦的传说皮加按键，这个典韦这个皮肤是真的很好看呀，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皮肤啊，我很喜欢，兄弟们太帅了，这个嫦娥的勇者皮，嫦娥全皮，不过纪元下一个会是谁呀，伽罗也全皮了，大号来到了97段，马上100段，还有今天刚出的亚莲的凭什么没按键啊，它也是个限定啊，目前商城里能直售的皮肤已经没了，这个你们整了没，马上下架了，跳过动画直接拉满500抽啊，5000点券的抽吧，5000点券没了，这么快，这次我们不抽多啊，抽多的话就浪费了，哎，够了吧呀，我又抽多了，哎呀，哇塞，真服了我自己啊，那抽都抽了，那再来一发呗，那很难受啊，兄弟们又抽多了，李白的无双限定皮啊，直接真帅，这个皮肤可以的，老是抽多呀，5发10连就够了，真帅啊，3个号都抽多了，李白全皮，多了一个令牌，还有200多积分啊，再来80连啊，再搞一个令牌出来，刚刚好啊，又多2个令牌，我真服了， Q 区抽了20多个令牌， V 区多2个，接下来抽小乔的这个5-40连就够了，应该咱不抽多啊，又抽多了啊，直接兑换小乔的无双限定皮，好家伙，每次都会抽多呀，兄弟们，小乔的无双限定皮特效真的很炸裂啊，小乔全皮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天幕不搞的话就没有动作了，它是捆绑的，抽吧，直接是不是给你们看爽了，哈哈，天幕加击败加5个表情刚刚好啊，不抽了，天幕有了，击败也有了，表情挨个兑换一下，诸葛亮这个我不用搞，我这个大号才多了2颗荣耀水晶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抽荣耀水晶什么叫一发入魂好吧，看好啊，给我直接出，想不想学，我教你们，没学会是吧，来认真看认真学啊，什么叫欧皇附体，今天我要出2个荣耀水晶，哎，再来100个好吧，单抽几次以后直接5连抽荣耀水晶，他来了，哦，黄黄黄黄黄黄黄，他这个3倍爆率是不是0×3啊？啊啊啊！为什么这么多问号啊？你们干嘛？荣耀水晶很难出吗？没有啊，虞姬的荣耀典藏新出的皮肤，直接荣耀典藏全皮，不会还有人抽荣耀水晶保底吧？不会，哎，刚才我保底了一个，是不是？王者水晶有一个廉颇的皮肤啊，抽就完事儿了。王者水晶这必保底的呀，这2011才出啊，廉颇全皮，本赛季的典藏战力直接买到80级，好。一键领取，好多东西啊，这里边魔法世界全皮，大号来到了98段，今天看样子无缘100段了呀，还剩下18000点券呢，距离无上贵族还差7000点券，差点把这个新英雄给忘了，兄弟们解锁龙令典藏版本的啊，好好好好好，龙年这个专属的英雄啊，敖影，你们整了没，兄弟们挺强的，这个英雄8钻点点，又帅又强啊，这个英雄荣耀水晶今天抽了几颗啊，继续抽吧，
马上就要无双贵族了，直接再来100个6000点券的大号，直接无双贵族来了，60000点券花光了，还剩几千吧，就好家伙，大家理性消费呀，还剩7000多点券，什么都搞完了，兄弟们，左上角变成紫色的了，邮箱里有个贵族的一个专属的称号和名片啊，花了60000点券，没到500个皮肤啊，好家伙。